么样，我也是行路一姐。等我当上了百货公司的代言人，我一定会立马帮我们全家换一个巨大的豪宅。尚小姐现在受伤了，她没有办法参与这次的拍摄。你凭什么帮我做决定？为了这个机会，我可以豁出去命都不要，你知不知道？我会负起责任，照顾你一辈子，我一向说到做到。三立都会台下周二晚上8点，真情之家，玛丽莲塑身衣。